一碗大碗茶。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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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的哟！哎，陆克啊，随便吃个，喝个，听个，都有个。叶少爷，叶少爷，叶少爷，好不香吧？你好不香？哎，侬那给大块是不香，谢谢。好。我刚应该去买点么子啊？好吧，我先去好了。哎，我再看一下，马上我再回来了。好的，早点来，早点来。啊，好好好，我走的。哎哎哎，好，哎好。哎，哎哎哎，各位各位各位这样啊，各位老少爷们，下面有请我们的关大爷出场。大爷，请！大卫，我在这边来着，从江湖到扶贫来，人生地不熟，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成为好朋友要。念得好，请各位多多捧场。念得不好，请各位多多包涵。下面让我们小女修姑为各位上一套曲，请不要见笑。修姑上堂。哟，好。各位大叔大婶、大哥大姐，小女修姑在这儿献丑了。好几百斤重了吧，大爷？您也喜欢这玩意儿？学校里常练一些国术啊，就是没这么大的力气，是吧？这谁能举得起啊？哎，您等着瞧啊！老爹爹，你弄来拿子把大家点开。您能举得起啊？小兄弟啊，你小看我了，献丑了，请。了不起，了不起啊！大叔，您贵姓啊？啊，
我叫范春凤，现在快当了尚书一阵。先生您贵姓啊？我免贵，弟姓白，草字家柱。啊，冯尚是家住杭州。姓唐，从小上来了唐海了，好地方。他是到破冰来到大欧的，就住在东市三条胡同九号。哦，这是那个洪门曹公公啊，那有位超级了，为主在那个胡同啊。哦，您府上是几号啊？哎呀，像我们这种人住那个地方，肯定称上府上。哎呀，不怕你进去，这几户人家住在一块，是个大宅院呢。哦，哎，大叔，请留步。你选我。我不晓得该讲不该讲。哎呀，有什么话你就开讲啊，我都可以。大嫂，我的侬是平时相骂，但是一见时故啊，我想叫侬做一个朋友可以吧？范先生，你讲话真叫人痛快啊！我婆家我四十年了，处处被人家看不起，从来没有看见像你这样名誉豪爽的人，好吧？咱们就交一个朋友。哎，好，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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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重了，没事没事，我是个臭人啊，你是一介臭人、啊。不，你能喝酒吗？啊，我刚刚能喝。大叔高兴，家属可以奉陪啊。干脆，咱们找一个地方和他们同归。走。爹，咱回去吃饭了。哎，我不回家了。好，今天我交上个新朋友，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一位是范先生。这是我家小女修姑啊，关大爷。哎，关大爷你好。哎，爹啊，听关大爷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吧？因为乖乖，你这个眼光不错嘛。范先生是杭州人。啊，爹爹爹，你请人吃饭，你钱有吗？啊，我这儿有。哎，不用。爹，我家有一块钱。你老婆来的钱啊？啊，不是来的，不抢来的，当然是我自己干活挣来的喽。张先生啊，你跟我们有缘啊，你看，给我个小女都愿意请你了，给。张大爷。哎。关大爷不好了，怎么了？我家掌柜的生病了，你快给他去看看吧。走，快去看看去。哎，谢谢你。哎呦，范先生啊，真不凑巧。哦，不要紧不要紧，救人要紧啊。侬去，我来了市里等侬啊。那你在这块玩哈子？哎，等一下子，在前门大街东外根等我，不进不散，不进不散。走。哎呀，你走啊，我们这金融大户马上就登场了啊，二把那个小家人啊。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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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给什么多皮啊，多皮没露的啊。大家别误会了，不是我来唱，要是我来唱，可把大家都吓跑了。是我侄女沈凤喜给大家伺候一段金银大鼓黛玉被秋。我们的姑娘初学杂练，要是唱好了唱坏了，请各位多多原谅哈。我这姑娘长得人样不坏呀、啊，她是眉清目秀，樱桃小口，身材苗条，好臂杨柳，娇小玲珑，您看了就不想走。瞧，她来了。好、啊，不，大家别误会，唱的不是他，是他女儿，哎，凤喜呢？你叫啊，叫他凤喜啊，天上在跑地雷啊，来啦！秋风秋雨
给两钱吧。哎，老爷，给两钱吧。阿伯，哎，给钱。阿伯，阿伯，哎，对，谢谢，给两钱。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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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闹了半天是个哑巴，哑巴还想看白戏呀、啊？黄八蛋，你黄九蛋？怎么？原来不是哑巴，碰得到。哎哎，给钱吧，太太。哎，哎呀，哎呀，给两钱吧，大家。哎，谢谢了，谢谢各位。哎，多多捧场。哟、哎，这位大爷您好，不走，给两钱吧，大爷。什么？这位大爷给银两一块呀、啊！大爷您贵姓啊？免贵，弟姓樊。哦，樊大爷，谢过樊大爷。钱大爷，谢谢。不谢，不谢。快点，谢谢。你快打烊了，大爷。哎呦，放心啊，哎，大爷，对不起啊，大爷，我们每天在这儿唱戏，您往后要是有空，请多来玩玩。哎，好。哎呀呀，嫂子，哎，嫂子，我走了。我有事情，我刚才没钱，你要黑不痛呀？哎，那么谁认识个老爷？啊，大娘，我这还有呢，啊，你，这姑娘是黑面女人了吗？小家别欣赏啊！回家了。哎，别欣赏，你没到这，我来啥地方发财呀？哦，我也是个学生。哦，是位胡小姐。啊，这他到北京来读书啊。哦，是大学生啊。哦，吴先生，你要你学什么戏吗？是冲动。啊啊，是冲动。哎，是啊。真的是的，真的是。是啊。我没得冲动，哪能说这个？那这个我。啊，他先去了。哎呦，聪明啊，到底是大学生了，一猜就猜中了的。OK， 先生，我有空到你屋里来坐坐。哎，好。你进来去啊，侬来。是苏东三哦。哎，对了，是三哦。三哦。哎，对了，侬来啊。来坐坐啊。三位啊，三位啊。哇塞，好帅呀、啊！我们可以啥？像没人当时跑错人家了，没跑错，没跑错，对了，坐下坐下，哎，好好，来坐下，来坐。哎呦，我一开心啊，我就晓得侬是中年老人啦，哪能装逼哪能做，真来会得来的呢。啊，我去叫你来出来啊。哎，好。红西啊，你昨天出来了，快点出来呀。谁呀？啊，樊先生。李大姐。哎，别去上弄下来了，谢谢啊，坐呀坐呀，真巧嘞！侬们南方人到北方来读书不？我们是南方人嫁到北方来的呀。啊啊啊！年纪年大的不晓得哪里来，到北方来话，北方人听不懂我了。不然我啥都来不懂呢。你老头子不来的辰光么呢？这不，你做翻译。哦哦。自从老头子没事嘛，你女哪个去翻译呀？哦。哎。哎呦，我去帮你做。哎，不要紧嘛，侬不要客气啊，走开一下，侬不要忙。哎，这姑娘好出来的呀。樊先生，你请坐啊。啊，你也坐。给你理了菜鱼，讲话不大方便。哎哎，你们这个院子挺大的啊、哦。谢谢。
屋子也收拾得很干净。谢谢。今天天气也很好。谢谢。哦，沈小姐，你的芳名是？啊，什么芳名？啊，就是你的名字。啊，名字啊，凤喜。啊，什么？凤喜。凤喜。呀，这名字挺雅致的。凤喜。哎，不是那个喜，我是恭喜贺喜的那个喜。嗯。哦，哎呀，小姐识字读过书啊？啊，不好意思。我只读了一点点书，后来我家里没钱了，就跟我爹唱大鼓了。后来爹死了，就跟我娘唱大鼓。后来沈小姐，伤心的事就不要去谈他了。嗯，伤心的事就不要去谈他了。那说什么呢？随便说说。随便说说。方先生、啊、你贵姓啊？先生当然姓樊了。啊，对，那你芳名呢？本小姐是芳名，本先生要说大名。啊，那那你大名呢？啊，小名家树。啊，不，我不是问你小名，我问你大名。不是的，我说小名嘛，这个是客气啊。啊，是这样的。小名是客气，大名是不客气。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啊，真要命。你来了，不不不，来来吃来吃。你到手里去吧啊！哦，好好好，哦，对对。嗯，是啊。好。你干嘛？啊。嗯。哦。嗑瓜子儿。嗑瓜子儿。嗑瓜子儿，你笑什么？好、啊，我是在笑你们北京人讲话很好听的，特别是北京的小姑娘说话，就像戏台上唱戏一样好听。那你就别去听戏了，以后就听我说话吧。王先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哦，我怕把你忘了。忘了就忘了呗。不、哦、不，我想把你记住。那你这样看着我，我多不好意思啊。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对呀。老领啊！啊？什么老领的？哦，这是一句南方话，意思就是太好了。老领的，老领的。哦，沈小姐，啊、我要告辞了。来，这地是马来这包子。大娘，是不是上来了？你要去包子，我马来了。真的是。他只要走呀。我没带东西来呀。你带来的。我没带来。你带来
子。我没感冒了，感冒我还是空手来的，对吧？你好像没么子的。哎，没那么子的。是你带来的。不是我带来的。是你带来的。不是我带来的。带来的。不是。啊对，啊是是我带来的，啊是我带来的，是我带来的。是侬啊？进打错了，对不起，谢谢。哎，那梅老师，当心点，那我靠进来啊。刘先生，这是台地啊，你自家家当心当心。老人家。看你一大早在这打瞌睡，那你叫侬干爱来啊？不是我来晚了，是你来早了。哟，不行，今天怎么你是女学生的打扮了？韩先生啊，你看我这个样子，老领的吗？嗯，老领啊。不好意思，就是冒充的。哦，啥个冒充啊？侬现在我托我家就是一个女学生，不过。不过什么？哪有女学生留辫子的？要是能当上女学生啊，我明天就把她剪掉。哎，我去啊！那么叫我今朝杜青老师来市里等侬，有啥事呀？我妈。嗯。我妈。喂。你看，这儿的空气可真好啊！哎，早上的空气特别新鲜。你看这个树叶长得真高，嗯，大柏树嘛，嗯、啊，嗯、这个风景还真美呀、啊。哎，侬是旅行的我导游是吧？不是啊，侬有啥闲话，尽管讲，只要我家人能够办得到，我一定去办。嗯，嗯，是这样的，我妈她跟、嗯、她跟人家商量好了。叫我到老子馆唱戏，到老子馆唱戏可不像在天桥摆地摊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得有几个行头，有行头就得有、所以我妈她叫我跟您商量，我就不放手拿去考察。哎，可这音响好像不大灵吧。不行啊，是不是需要钱用啊？嗯，需要多少？啊、哦，借个七块八块的。十块够了吗？啊、哦，你不要了？你不愿意呀、啊？谁说我不愿意？那你叹什么气啊？所以你可惜。可惜？可惜你要上浪子馆去唱戏。那我总不能在天桥摆一辈子地摊吧？哎，父亲，话可不能这么说。侬现在来天桥上卖艺，人家欣赏侬的艺术，多几个同伴，这个还是应该的。我觉着这个是纯洁的艺术生活。不过你要是上了老子馆唱戏，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背着人家捧场，那些爷儿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那我怎么办呢？哎，不行啊，
你不是愿意当女学生吗？愿意是愿意，我不是想当就当的吗？要是我送你到学堂呢？什么？你送我到学堂？啊？你去不去啊？真的？真的？真的？当然真的了。我们开始上课了，请跟先生念：幸福，幸福；自由，自由；生活，生活。同学，你怎么了？我不去唱大鼓了，我们家生活怎么办？同学，我既然能送你进学堂念书，那么你的家用都由我来负担。不去老子广场，不用那么多钱了呀。哦，对对对对对对，不上老子广场戏了。我想那我去问问俺妈，是不是女艺那种送去我当戏哦，不用商量，不用商量，我妈一定会愿意的，她高兴都来不及了。哦，那么什么时候提回信？明天。明天我有事啊。那后天。哦，不，还是明天。明天不是没空吗？见你比办什么都重要啊。那我走了啊。哎，不行。我送送你吧。不，你今天一大早起来的，还可以回去睡一会儿，我送你走啊。走。只有男的送女的，男女的送男的，还是我送你吧。阿公，每次都是你送我，今天我送你吧。哦，不不不不不，还是我送你吧。哎呀，我送你吧。我送你。哎、我送你。我送你。好了，不要送了，先送我去送到孟州神州老地方。那就不送了。那么明天老地方老时间听回信，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地方老人卦听尾音，明早老人卦。大嫂，大嫂，今天我黑饭又断了粮了。侬不想想啊，要是没范先生的帮助，不要讲黑饭，他连吃不饱。对对对，也可以好干出来啊。我借，我一定借，一定借啊。借借借，吃不了么？一直放假的，侬啊吃不大，现在没干出。嫂子啊，我明天一定借，可是今天我不行啊。今天我的烟瘾来了，我这烟瘾一来浑身难受啊，我这嗓子眼儿像蚂蚁在爬，锅子里边
像刷子在刷，浑身上下像钢针在扎，我眼泪比起就来不及啊！擦，别碰了，别碰了，你姓雷，给两千，你叫什么啊？昨天不动了，不是昨天给我用完了，那么今天你给我，明天我不来，我明天再要来，我不是人，好不好？嫂子，是是你少气了，嫂子好良心啊！哎呀，哎呀。你逼死我了，都给我吧，都给我吧。你这努力要用我了弄，给我，我给你啊，龙王后人，晓得吗？明天好，后天更好。哎呀，哟，范大爷，你见了我每天给钱，今天你就不要给钱了吗？哎呦，范大爷最最好，谢谢谢谢，嫂嫂，我走了，我走了。哎呦，大娘，我不要被动。你呀，你这无底洞。听说个他回答说伤病，我还用他个小动物。哦，这个没啥。我去帮外母回来啊。哦，哎，没回来，小回来吧。哎，先生，就说我过来把脚伸出去，好吧？哦，不帮可以啊，那手太小。哎呀，我都疼！不是啊，我今朝帮我奶奶盖的啦。哎，是的，总长，路高头就不是总长啦。我搿两句南方闲话讲了老好的嘛。侬老师讲了好呀。哎呦，不是啊，侬现在真是个鸟啥子样子啊？跟侬讲哦。嗯。阿拉个功课啊，还蛮多了个。哎呦，侬倒还蛮得意的嘛。哎，我还能打来么子打来吧？啥么子？狗屁呀！哎呀，哎呀呀呀呀！侬看侬看侬看，忘记脱了吧？侬看侬看，我跟侬讲的，我侬哪能忘记？哎，侬看这个啥？你听，哎，上海话你真快，怎么说？侬老话的。侬老话的。我熬了过侬了。嘿嘿。是。来。这啥？侬那眼睛闭了。嗯，眼睛闭了。闭了。哎呀，睁开，睁开，金大子，不是，这个大子一打上去，我就心烦了，半身缝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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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不愿意啊？对不起，他哭的了。是，我找侬去读书，同学们要是看到侬手上像打着金戒指，肯定要问侬了。沈福星同学，这个金戒指是谁送给你的？我哪能讲？是一个送戒指的人送给我的呀。那么这个人是啥人啦？一只大兔。哦，一只啊。港都送不动么子侬还要啊？我也是港都呀。哎，我那个做啥？我改的。改啥？嗯，侬搞我个南方小调。自己想吃啊？嗯。好。嗯。花儿开，把草。
过生梦戏，两人并肩放金钟，哭泣无的伤伤折花笔，折花笔。小猪包好了的，你上去吃。好，我去。干妈，我不要吃，我要装死。好吃，好吃。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哎呀，我哭了，我这又哭了。没事没事。干妈，我去回去了。哎呦，这位，这位。好了，这眼睛包好了。哎，岳少爷啊，哎，我晓得侬那里打开呢。杭州的包，你来吃的。啥啥子吃？木饼，王叔贵。啊！项目啥毛病？有人送我回去了。啊！啥时候回去？今朝夜车。哎，车票蛮好的，快走。哎呀，快走！哎，刘华，这么点呢？侬先回去准备，我马上就来。哦，好好好，侬快点来啊！等啦，没事情。哎，哦。我妻子有马上有的回来啊，为侬屋里的家用，我得喊刘福送来啊。不是，辰光蛮宝贵的，侬有啥闲话要跟我讲吗？我心里头老慌啊。那不老慌哦，侬办了啥事体啊？可以去寻关大叔，关大叔呢是一个热心人，等了些我得回头的辰光，会得拜托拨伊的啊。不是，侬一定要用功读书，千万不要再去唱大鼓了。等我从杭州回来，我得带点香水给侬。关于阿拉两个人定亲的事情，我得家母禀报，我相信伊老娘家肯定会得答应的。兵王孙弄不动了，看见漂亮的小姑娘财主是百位给我来的，要命了，要进靠财主是小姑娘是勾结了，死了死你就是好人了。哎，到当地的派出所去问一问了。进去啊，对不起，走路眼睛是哎。这不是三邪吗？皇后生皇大哥，哎，好久没见。这个天就不起，到这里来做哈。哎，什么做哈？你吃木豆腐啊？啊，不啊，
知道我从崇明到北京，这个普通话、北京话讲不来，我听不懂的。做花旗是干什么？啊，我不干什么，我家就住在这儿。你家就住在这里？来，进来坐一会儿，好久没见了，黄大个儿啊！来，请进，请进，哎，请进，来来来，坐吧。哎呦，坐坐坐。啊，我给你抽烟。哎呦。那是老婆子呢、啊、对，我拿烟了，掏烟了。好嘞，不要抓自个来了，来来来来来，请我请我来。不好意思抽你的烟，没关系的吧、哎、我点火给你、嗯、点火、哎、来来来来来、啊、哦，哎呦，难为情难为情、嗯、来、哦、谢谢谢谢。讨厌。这个再见啊。哎，这个照片上漂亮的姑娘，她是哈尼啊？啥？这姑娘你不认识了？哎哎哎，就是咱们家的凤喜呀、啊！啊，哎呀，她就是凤喜啊！对了，哎呀，长得高的我认不出来，我记得小东光他这里还有两条东西了是吧？原来你这叫黄毛丫头十八变。三姐啊，你家有一棵摇钱树啊？你开玩笑的，我哪里来摇钱树、嗯、要是我们家有摇钱树，我每天喝酒抽烟就不用犯愁了。三姐啊，不要唉声叹气啊，喝酒抽烟没有问题，嗯，跟升官发财也不在话下。哪儿话，关键嘿嘿是要想办法。我哪来的办法呀？哎，这个雅琴姑娘知道吧？雅琴知道，哎，也是唱大鼓的、哎。你给她弹三弦的，你帮她弹三弦的。对对对，她现在是刘将军的塔塔了。哦，你知道她什么位置塔塔的？怎么会的？就是吴敲的对。哦，哎，吴敲别敲上去，她也做塔塔，我跟了她上去，我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副官。生气吧，生气啊！哎，好，走进不出牛了。哎，黄大哥，哎，哦不，黄副官、嗯哎，你这个副官跟那个旅长、团长比一比，这个地位谁大？当然我富贵多了。哦哦，我这个富官不得了啊，可以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哎、那一人就是皇上啊啊，那您就是太监。对，我就是他的。呸，搞啥了你的？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上面是军长、哦、军长下面就是我这个富贵。嗯，阿下去再是这个旅长、团长等等等等，接着推在教官了、哦、那你再升一级你也是军长了。当然了、哦哦哦、等军长升了大帅、嗯、我就是军长、嗯、等大帅升了总统、嗯、我就是大帅。陆这么好还是陆军总长，哪个中你等等、好，行行行行行，你这个叫肯吗？没有关系，我、啊、这个皮厚。哦，皮，哎呀，什么皮呀、啊？哎，哎呀，牛皮，好太好了。哎，我其实色样不大好，好几样套袜子。哎，这个黄兄官啊，你要是穿上了，别忘了小弟提拔提拔。放心啊，五双皮面一道拎上去、啊。哎，好的好的。那你要是将来当了团长，哎，你就是营长。营长，你当了师长，哎，你就是旅长。那你总司令，你就是军长，可以吗？可以。不对，奶奶，要是你穿不上掉下来怎么办？不可能啊！我这边上去分为我来的，也不会忘记我。哎，不会忘记弄。那万一要是你当了排长，万一我当排长，哎，你是小兵啊？小兵，你浏览，很破盘啊。那么你要是吃官司，弄枪毙，要么你枪毙。我枪毙啊！啊，侬随时来的接任有兵制。咱们说说笑话吧。我可开心了。那个，别忘了提拔提拔小弟。坐坐坐坐。那么我问你啊，哎，要提拔你，你想当什么官呢？我这个官小一点，小一点。哦哦哦。我想弄一个警察厅的厅长干干。警察厅的厅长。哎。我自个比不上了。
怎么样？那么你为啥要做这个进账呢？您不知道，我平时抽大烟啊，这个警察老是要来抓我。要是我当上了警察厅的厅长，我可以管管他们了。放心，包了无事了。哎，多谢。但是，要帮我做一件事情。怎么样？再帮我办一件女人的事情。算女人呐、啊！哎呀，黄大哥，女人，惊喜啊！龙龙母亲的，哟，长官，你给张小哈到江来了，说话，那也得放。啊，那错了，忘了忘，对不起，对不起，别忘了提拔提拔。听好，不是我要女人，是我们大山要女人。哪一个？大山。大山啊，大山算什么？没苗头了，比你他，比你他。没有苗头呀、啊。对呀、啊。那什么大山？大山呀，啊，高鼻子、蓝眼睛，外国人说相声的那个大山。听听先生，大山，刘将军的兄弟。哦、刘将军他要在北京招个姨太太，你这里有哦？我大哥死了好几年，哎，我嫂子没人，寡妇把他嫁出去，你吃饱了，心上开心。哎，我要的是这个神凤喜，凤喜，哎。这个红袍姑娘不答应吧，她有了主了，有了主了。对呀、啊、好娘，大学生新班的，新来的大学生啊。 对， 对，怪到这个新来的叫他不要住的。哎呀、啊、不成啊，我们打算看中的，他要夸你就是夸你，哎，我不要住。黄副官你不知道，我叫凤喜啊，脾气很绝啊，他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啊？这事雅琴不是跟凤喜是干姐妹吗？对，到时候请雅琴姑娘亲自出马到将军府迎接一下。诶，要是雅琴姑娘能亲自出马就不成、好啊，姓范的小子刚好去杭州、这时候真是一个好机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走，我们请你吃粮。吃饭我我不要吃。那么这个样子，把饭不吃，吃喝饭。喝饭我更不要吃。哎哎，吃喝饭。哎，不过我这个，哎呦，哎呦，大爷，大爷，哎呦，哎呦，我的亲妈。自己来不行，哎喂，侬关到厨房间烧两只好点的小菜。哎呀，太太，侬这都真好吃啊！包两只听听。哎喂，哎喂，小菜嘛就是油包花，猪油地炒，清蒸黄鹌，
才紧紧的仔细一只好说一多些一多些么白要把白眼睛个穷起么不会五个白眼睛好了好了哎点心准备了吧哎呦他躺的天心我好得还玩的是我的上个的特产哎做血肉豆腐八宝饭吃到嘴里甜到心里心又难闻心火不都都开哎呀你哪能搞弄死我了、哎、好了我去吧我一塌糊涂告诉两三句闲话刚起不过五句闲话哎呦这个太太都难弄的王富贵到沈小姐哪能到现在还没来报告太太奴家已经爬车子起去了大概中错失劳了你会不会不来啊不可能的啊是太太亲自到府上去请啊伊拉答应来了他肯定能来报告太太沈小姐来了大姐激动了激动花请、哦、有请沈小姐妹妹啊，姐姐，哎，你来啦、啊，姐姐，哎，下吧，好吗？哦，你看了这样子，哦，小姐，请用啊，好的，嗯。好喝吗姐姐、哎、你们这来客人都让他喝那么苦的水呀、啊、怎么苦的水啊这是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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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咖啡是美国大使送给你姐夫的我看还是我们大碗茶好喝啊姐姐哎你们家东西可真多呀是吗你钱很多啊哎呀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呢总算是混出头了妹妹啊姐姐我给你道喜啦你也有出头的日子了姐姐你都知道了可是我们还早着呢早什么姑娘大了总要出嫁的哎呀姐姐呢给你介绍一个好妹夫他不是外人是我的小叔子就是当今的刘大帅他的官衔比你姐夫还要高一级呢姐姐不要将来啊你要是做了姐姐太太这个金条元宝钞票可用不完喽姐姐我已经有了啊对了我听黄副官说了是个大学生嗯哎呀妹妹啊咱们吃开口饭的少不了要有人来捧场的啊难道你就当真了姐姐人家樊先生可不是逢场作戏他可是雪中送炭我现在不用抛头露面唱大鼓了可以当女学生了这日子已经很好了妹妹啊妹妹你真是太年轻了你不知道啊我们风尘中的姑娘要跟人家大爷儿谈情说爱那简直是在找亏吃姐姐、哎、好了听姐姐的话趁你还年轻有了机会你就千万别错过啊太太小太是一代一心到位请太太说的用完的晓得了哎好哥好哥走咱们吃饭去啊哎呀去呀哎，吃饭呀，姐姐，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做的。要紧的，干什么？我来泡螺皮。
阿强，放放好，听说那些干什么？啊，听写的。哎，相声嘛。哎呀，他人他来接，来吃来接。哎，相声啊，你还要用来啊？刚才在日本公司馆已经吃过了。哦哦哦，好走好走。我见，苗头吃啥？吃啥？滚！过些啥？我以为吃肉了，那帮我给啥收拾？我不管。好像家里有客人呢。是他他的干姐妹。叫什么名字？叫沈凤喜。是不是八大胡同那个窑子里边的？相亲。是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没有听见过。啊，是刘大帅说他他到不近到的姨他他是不下亲自。弄得来的，这老人要姨太太，哎，找准了，先让俺看一看，对，否则你们送到大神府啊，白的，俺没用的啊，对，应该让将军先看一看，将军眼光凶得不得了，想当初刚刚来的辰光，把你一看就看出来，我老早偷看过你一次，王八蛋，再啪啪拍子来，来了。将军，雅琴，你回来了。听说你个干姐妹叫沈凤喜的，到这儿你要跟她做媒呀？哎呀，这个事啊，还没有成功呢。怎么还没有成功啊？我说了半天，人家就是不开口。你只会吃饭，不会说话，我来去说，俺一说就成功。哎，看你哟、哦，人家在他脸。好意思嘛，人生面不熟的贴厚厚的样子。好娘的，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熟是自己的，滚开，我来去。哎呀，你我跟你说，我老刘别的办法没有，说动姑娘的心，俺就是有办法。现在是社交公开，你看过去跟那个姑娘说，你说刘刘，哎，沈小姐，啊、哦，哎，姐夫啊，哎，沈小姐，哎，这是上书房啊，沈小姐，请坐来啊，好吧，上茶，哦，来坐来坐，啊，香姐，请用座，给这个小姐，让她多喝几杯，嗯，不需要进来，去，哦。小夏，听你的。啊，您喝啊？哎快一点。辛苦了啊！哎呀，黄副官呢？报告将军。哎，这份公事官送得来的，好极了。哎呀，雅琴啊，你看那个日本人就是懂道理。我一说买他的军火，礼物就送来了。黄副官，有拿我的名片，就说礼物收下来啊。晓得，将军啊。哎。这批军火嘛，不了十分人，这里香啊！啊，你放心，有你的份啊！谢谢将军。将军啊、这是什么？沈小姐，这可是珍珠项链啊！珍珠项链，我是给你的。哎，不给我给谁啊？给沈小姐，她收下了以后，老二的事情就办得成了。这个珍珠项链，比你同学你挂的要好得多嘞！啊。哎呀，妹妹啊，来，你看看，这珍珠项链，还有我这一根，哪一根好啊？这也好，这也好，都挺好的，怎么不挺好呢？啊，来，戴上让我看看啊。啊，哇，真漂亮！哇，真漂亮！你戴在胸前比俺太太戴的还要好看。
到近点。小娟啊，哇，这么好看的项链，真好看，哇，一定很贵的吧？值好几十个钱吧？几十个钱呢？要1000多块钱呢、啊？哦，哎，你干嘛？哎，算了，你不要摘下来呀、啊！来来来，哎，拿来拿来。哎，一个不要退，一个不要让，你是他的干姐妹，我就是那个干姐夫。今天这样，初次见面，多多关照，这点薄礼你就手下来。不要，拿着拿着。好了好了好了，妹妹啊，姐夫叫你收下，你就收下吧。姐姐，我要回去了。嗯啊，多待一会儿嘛。我想回家。那你明天再来。好，我明天再来啊。用我的车送你回家。啊不，不用，姐姐不用。王婆，用我的车送沈小姐回家。是，没错，送沈小姐去见。妹妹，我送你。王婆，有。今后看到的小妞，先让我看一看，一个月都不能漏掉哦。这个珍珠项链送到沈小姐家里，一定要他们收下。有事啊，千岁啊，侬这个是人了，以后结膜，光你妈了个屁！怎么我是以后结膜啊？是他送货上门了。哥们，他急干啥弄弄呢？啊，不管。要命，刚刚过马路被海出来了，打一电话到火车站，就说我要一力到天津的转车。是。哎，三军这龙太太今天要到天津去看炮马，明天我又要办喜事，对，请过来喝喜酒。哎，又要喝将军的喜酒嘞。他娘的！这珍珠项链送到他的家里，这个老太婆竟然赔了回来，好大的架子！哎呀，娟君啊，吉诺昂里就送走来了，跟我提的事嘞。不是，丫头好骗个小娘，有的交关的，这务必一定要去呢。不是啊，我丢不了这个脸。王府官，报告将军。找哪里去啊？找错找不到的。报告将军。嗯。沈凤喜来了。要不要我去迎接他？挺聪明的，我懂了。来、啊，把他弄进来。将军，我是沈凤喜叔叔，沈山玄向您请安。将军，我姐姐呢？什么姐姐？哦、太太呢？管不管？有，管太太叫姐姐的是哪个小妞啊？她是人前满唱，席间陪酒，吃开口饭的。啊，是个条子。哎。你们多给我看一看，人家可是女学生，请她跟我交朋友，她可是打住了架子，在家里面装扮成是一个女学生的样子，是一个大姑娘，她娘的俺老六可有招妖精这么一招。
你他娘的是抽唱大鼓的什么玩意儿？今天叫你到这儿来跟俺交个朋友，那总可以了吧？哎，将军，我侄女不懂事，要是不对地方，请您多多原谅。你是什么的货色？我到这儿来讲话用你的份子，把脸凑过来。呸！哎呀，大师兄啊，那无非要得了一杯几十年啊！哎。我可以来马上唱一段、唱得好，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嘿嘿，伤心一点。是是是，东西啊，你就对付着唱一段。什么对付啊？不是，我怕他唱不好，要他用心点唱。没有关系，他今天唱不好，就一辈子在这儿跟我唱下去。快唱！来了。蒙人呐、混饭吃啊，换了新鲜的。好娘的，你唱这个玩意儿啊？这个广东戏我听不懂啊，来唱绍兴戏。将军，他唱的是绍兴戏，你懂还是我懂啊？你懂，你懂。怎么样，哭了？不愿意呀、啊？不是，将军，他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你个蛋！哎呀，大师兄啊，龙虎不要发大头脾气了啊！王富贵啊，有，来倒杯酒。年深小姐，这下跟别个不是。别生我们小孩子的气。你早就这样，俺就不会生气的。王副官，麻烦你向将军给我告个假。不能请假。什么呢？啊，报告将军啊，他要向将军请赏。请赏啊，将军啊，啊，你已经明白了嘛，跟侬就不急，你不是走嘞？哎呀，张师长嘞，将军，人家大小姐可不得了啊！我给她1000多块的整个下来，她不要，你叫我今天怎么送赏呢？我给孙小姐还给个人啊，是有情有义。集钞票是发财物啊！啊，有情有义。那沈小姐，你就到我这儿来坐一下吧。将军，我向您道个歉，您就赏个脸吧。好，我就赏个脸了，过三弦了。哎，我在。你的侄女要我给她赏个脸，我今天就赏个脸了。好吧，姑娘哎，小姐，我救你出苦海了，我要娶你做一帮姨太太。叔叔，哪位叔叔？王八蛋叫你啊！我不敢当，不敢当。你看怎么样啊？哎，这就是他的造化。你去把我丈母娘叫来，给他5000大洋。是，我这就去。王副官，那我在警察局听斩。他说什么什么啊？
我本身是想干那个警察厅厅长啊。说说啊，哎，你想当警察厅厅长啊？是。那你先干一件事。什么事？撒泡尿照照你的脸，管你妈了个蛋！我滚，我滚。叔叔，叔叔已经在。哎呦呦，我松手点，不好看，叔叔点，我滚。没有关系。拿到里面休息会儿，找个医生给他看一看。这个医生哦，啊，哎，妈，那个小女啊，我管不管？我说你哦，小子小伙哟，不能去。马虎干，啊，这个牛怎么这么难弄啊？哎，难弄。是个王八蛋拍照片，滚！哎，他们真是拎不清。嗯，你最拎得清了。我滚！报告将军，怎么的？他！哼，他来了。好啦，你骗我到天津去看赛马，自己在家里胡闹。哎呀，雅琴哎，她是你的干姐妹，只要你不吵不闹，我不会亏待你的啊！不行。什么干姐妹不干姐妹，我告诉你，有她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她。哎呀，她干嘛不看到你是不送你啊，是弟弟干嘛干嘞干嘛去啊，哎，去了去了、啊、上市长我雅琴好像没有带错你们吧。哦，对，将军做出这种事情你也一起瞒着我、你太不够朋友了。他给哦，这是我为我为将军啊，将军，你自己是怎么跟我说的？你又在骗我了，我啊，你要给我一句话，你要给我一句话。好，不要哭，我给你一句话，管你妈了个蛋，上市长，哎，这个臭娘们我不要了，送给你，拿回去做太太。给什么？你不要？将军，我哪能不要？我要，轮不到你。他嘞，弄不好那几哈娃女哎！好，上市长，哎，把上太太带回去。好，他出来，好，出来，走了，走了，走了，走，走，走。我，哎，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我恨死你了。好了，不要恨我了，阿嫂，明早来搓麻将啊。我得你好吗？哎，先生啊，啊，哎，生肖叫什么样了？姐，你上这个，哎呦，都让不下。不要走！哎呦，我给你讲，你给，我是你吃饱了，小天鹅湖啊！我呀，苗头不怎么苦头吃实在。哦哟，哎，阿五连我也要保守啊！把我要准备的东西拿来。哦，有什么事？沈小姐，啊，你嫁给俺老刘，不会吃亏的啊！哎呦，你要知道俺啊，到现在一直。哦，将军，将军来接，那要不我就来了接。什么？啊，好，来，沈小姐。媳妇，你看这里的金条、银行存折都写着你的名字，刘神凤西。刘神凤西，刘神凤西，我不要！走！我知道你不要，因为你心里老惦记着小白脸范家树。
他住在杭州清波门外板桥的山下，要是我不处决他，你就不会答应我。王凡，打封电报到杭州，就是那个范家树是乱党，把他当地抢并存。别走，你怎么样啊？人老关山紧，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哟，亲戚，这位大爷，您是怎么了？连我你都不认识了？哼，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哎，沈三玄。哦，您就是二爷啊！哎呀，二爷啊，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啊！自从你把凤姓姑娘送进将军府以后，哎，大爷您的身材是健长啊！胡说，我这么大年纪，身材还健长啊？哎，大爷，你以前见的人是这样，而现在你见的人是这样，那不就长高了吗？他妈的，你在损我是吧？不敢。混蛋是二爷。王八蛋是二爷。乌龟孙子是二爷。对，是二爷啊。骂了半天我骂自己啊。混蛋起茶。哎，哎呦，关大爷来了，关大爷来了。沈太爷，哎，我在这儿呢。不要走，我不走，我走，我不走，我在这儿恭候您，关大叔。哎，关大叔，这下你可好啊？倒正好，一听到位跟黄河镇鬼混在一起，把自己最亲的孙女来了，混压平子，不要脸的东西。呸！好，你骂得好，骂得好，一点说不好。对，你等着瞧。过几天我要是当了警察厅厅长，要你好看。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大爷，这好人就得您来收拾他。关大爷，您不高兴啊？这两天在家里等一个朋友没来，心里怪烦的。那您坐，我跟你沏茶。不连连不连不连了不连了。哎呦，我不就干回了啊。对啊，别着急啊，爹，魏大叔，大娘来了。魏大叔，我同侄子子怡啊，你奉献到将军府进去到没不能出来过，我要去看伊嘛，伊让我虚无进去，我要求求伊啊。这是什么世界啊？我平城里大总统住那个地方都是个洋人，那别的地方老百姓飘过了是了。能解了。都怪我，都怪我，晓得的太晚了，太晚了。大娘，魏大叔，魏大叔，爹，樊大爷来了。爹，待会儿该说的您说，不该说的，你可千万别说啊。我晓得。只要你敢走，魏大叔，魏大叔，范大姐，大娘，饿了不是？哎呀，大娘，刚刚我看到大西屋头，我屋里没人，我就看到魏大叔屋里，魏大叔屋里也是大门紧闭。后来我想邻居一打听啊，讲魏大叔在那吃一理功夫，我就看到此地来了。哎，红西呢？大爷啊，您喝什么茶啊？来两壶开水，我带来了西湖龙井。哟，大爷，我可不敢留您多坐。什么？因为今儿晚上这儿的座位已经给全包了啊！今天为了报座位干什么呀？爹，啊，无事无事。范大爷，今儿晚上是看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呀、啊。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忘记他了。今朝是七月初七呀，太好。等孟西回来啊，今朝夜到阿拉大家一道看牛郎织女鹊桥。不要看牛郎织女了，看是那天上的牛郎织女，再看看我们人间的废物离合吧。爹，哎，我晓得，我晓得。
关大姐啊，我无非干紧张啊。关大叔只不过是开开玩笑嘛。我们这儿没有悲，只有欢。大叔，哈，这个是我从杭州这么打来的，找不到。大姐，哎，这个是江先生啊。大娘，哎，啊，这个是秀美芬啊。小姐，还有我的红西打那个韩香善。大叔，我们很香吗？大姐，嗯，香吗？香。大娘，香吗？香。香。大娘，趁你亲手忘了。大娘她怎么了？爹老弟呀、啊，你还蒙点苦力呀、啊？爹，哎呀，你不要两个我了，我还没出毛病来了。爹老弟呀、啊，打从你回到杭州以后，东西被他们叫到江州府商谈会，当天就被那个欧子霸天了。老弟啊，本来我想赔着这一条老命，为了母亲蒋琼府，说什么要把他救出来啊，可是我已成舟，已经来不及了。不行啊，他变心了。一个唱大鼓的姑娘，没有经过世面，看到那样的荣华富贵，难怪他要动心了。爹，你胡说什么？樊大爷，你别听我爹他胡说八道啊。爹，这两天你别搞凤喜了，你跟人凤喜说过话，你凭什么就说凤喜已经变心了？你凭什么断定凤喜他已经答应做刘家斌的姨太太？你们凭什么这么说啊？你了解过情况吗？你这样说不会，我说还没有。他连在他他娘在他他不他他不他他，有什么了不起？他不懂。哎呀，将军府的太太能上个学子去啊？将军府的太太，过来，弄不清楚挂人家来喂。将军太太，哎，你叫啥名字？我管你啥的，我更不能听。你该叫什么西文啊？是不西？哎，能哪能晓得的？啊，啥人讲不能听的？啊，哦，俺们能讲不敢听的。啊，哦，能不能讲？我不晓得能讲不敢听，可我比十三点钟啊。他他真好。他来噻，哎，他他当心啊，他他慢点走了哦。是啊，你讲，只要我老太能干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不管怎么说，我要见风喜一面呐、啊。樊大爷，你放心。哈哈，能不有苦节呀？哈哈，能看看能买兜兜进去一只米桶，你在哭得来七花八喜呀？买好个衣服。戴蒙眼睛啊，现在侬哭得了像石头眼睛。好吗？你不要劝我，我心里难受，苦苦痛快的。我那个好啊，能心里痛快吗？一个皮肉要不痛快之外，这老鬼嘞。你心里来这个重来看见那个大米裤可是老杀气包子拉扯拉扯的呀，再苦再苦嘛能要把了心里想哦，再苦也要放在心里呢。孩子快回来了，怎么的你家给我老六一步整天又吃又穿又短的，为什么还要没命不乐啊？老婆有，哎，他为什么不高兴啊？回报将军，啊，他昨天从上海回来就开始不高兴了。见到什么人啊？府下没有陪太太去，府下不敢乱见。谁陪着去的？哦，对了，是王妈陪去的。王妈，王妈就知道了。好，过来，王妈。哦，来姐。要喜欢噻，这天上的我在看毛头里跑仙境上。是啥是啥是啥？能吃啥啊？能当我小鸡啊？啊！王妈。王爷。哦来噻，我天天来噻，杀猪呀要吃呀，别耍个夫妇啊！太太碰到什么小白脸了吗？小白脸啊？嗯。哎，点子点子点子，是看到小马丽子啊！哎呦，看见个小马丽欢喜的嘞！哎呦，我将军啊，将军啊，能听我讲呀？看见个小马丽叫迷糊面笑呀！哎呦，横着个脖子开嘛，碰到个小马丽，萌萌的，香香的。哎呀，你果然如此！哎呦！我看苗头发呆噻，那我来不及我去出我蹭吃两斤小麦粒呀。什么小麦粒？天津小麦粒呀。那他娘的，我说这个小麦粒。哦，不是天津小麦粒啊。不是的。哦，我说一个小麦粒啊。啊。哦，可是他不会去。我看见一个小麦粒出去眼睛一闭，都是些猪看可漂亮了。嗯。哎。咱们的就会是老板的玩，谁的老板的？哎呀，能啊！我将军呐，让咱们一口老板老板老板的玩。哎呀，将军都这么说的嘞？啊，人家想到啥都好的嘞。怎么好啊？天庭饱满，地国方圆，靠他两份你都不想他倒霉。而且还是闲乐场馆，他怕吃人呀，吃得能死他。哦，将军啊，能两个拿手好过，又飘了飘，飘了飘，他怕文明在失去。好极了，孩子，我的。
那么不是去的，那么好像还是不高兴吗？啊，你就是去的。嗯，哦，他不高兴了啊。哎呀，这样要把侬个呀？怎么样？哎，侬不是搞好个白太太啊，开发商啥啥海哥啊？侬不是台湾？哦，怎么太太真是孤单单啊，孤零零的，想想伤心嘞。哦，蓝好的眼睛现在哭得了两水泡眼睛。他水泡眼比你还好看。啊，是个。上去吧。哦哦哦，太太。我举目再望，没有时间陪你呀、啊。我几天一定陪你去玩。不过俺老六最恨的是人家给我戴绿帽子。要是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小白脸，当心你的小命。将军，你想哪儿去了？我既然嫁给您这么一个有才有势的将军，我怎么还会变心呢？哎，你他娘那个小嘴嘀嘟嘀嘟，真会说话呢！报告将军，报告将军，怎么样？新来的上房小卧都来了，又有一个丫鬟来了。他长相怎么样？长相，哦，一定很好看。哎呀，快把帐子，带进来给太太看看啊！来来，嗯，来，接过将军擦擦，方向弄错了。将军啊，太太，管什么？怪俊的，太太。我们乡下人粗手粗脚的啊，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小兰。小兰，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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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呀，哈哈，我们毛病给我接过来。哎，太太，你看喜欢不喜欢？啊、我随你的便。哎呦，听你的话好像吃醋了呢。我找个漂亮的小妞，你不乐意了？说乐意，说乐意，我他娘的笑着说乐意。小兰，将军，你就在这儿上工吗？啊，每个月给你30块大洋。大洋，你一来得30块啊？说你啊，我跟了自己正是3年这样，你跟了只有5块样子，真是。你他娘的不看看你这个脸，看看你个身材，一个月给你5块大洋蛮好的，按我的心价只给你5毛钱，你还要还我3毛钱？我想到这个东西呀、啊，怎么？哎，给你30块大洋，你不嫌少吗？将军赏我的。小兰哪会嫌少呢？好，今天开始就在这儿上工。报告将军，嗯，他还没有保你了。要什么保呢？这么漂亮的小妞要什么保呢？要保呢，你当保呢了，好吗？真。嗯。报告将军，老人要开国打仗了。管不管？有，跟我备车，跟马上到天津了。太太，我有军务，要上天津去一次。小兰，嗨，你留下，你爱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要听他的，他在这儿说不了主的啊。是将军，我要到天津去了。这儿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要给我60岁。好吗？哎，向秀兰再给你上个吩咐的啊！先给小兰支付工钱。哦，支付给工的啊？啊，是几年钱？什么几年？一天太少了。啊，怎么几六毛的？六个月也太少了。怎么说先落生意再玩？60。好，就吃60年吧！啊，嘿嘿，太太，我走了。不要想我想出相思病了。
小兰，哎，咱俺老六回来。是。哦，太太，你去弄点牛奶来。哦，给小兰预制点东西。啊，嗯，你这是吃不给啊？将军不是说了吗？哦，好好算算。哦，算得仔细点，算好了才过来啊。哦哦，有十五毛钱。哦，你去洗一块。哦，我还没想到学生的一个我怎么先十块，十个我怎么先八块。六十你得嘞。六十你们要六六，要是你给上次学了进账的，还是他往西上去学吧。哦哟，张大姐，你的胆子可真大呀，太太。我是你的小丫鬟，是专门来伺候太太的。关大喜，你为了要看我冒充当丫头，被识破了是要丢掉性命的。我会丢掉性命，恐怕樊大爷性命更难保呢。樊大爷他救过我爹的命，我就不能不救樊大爷的命，这叫知恩图报，不相宜。刚回北京，从杭州回来，特地给你带了一把檀香扇。大家都说你变心了，樊大爷不相信，还为你说话。可你呢？你带着嘛，你开着汽车耀武扬威，威风凛凛，见了樊大爷理都不理。你走了之后，啪，吐血晕倒了。什么？现在已经是个阔太太了，还在乎一个穷学生的死活？不、哦，你不能这么责备我。你知道吗？我要是不留在将军府，假恕他，就要丢掉性命。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凤喜，好妹妹，姐姐，别哭了，担心给别人听见。我这次就是为了樊大爷的事来的，这是樊大爷让我交给你的信。我心依旧伤心人。病得很重啊，他的病只有你能治。我能治他的病？嗯，因为樊大爷得的是心病，心病还得心药来医。我现在有两个药方，第一，趁着幸福的去天津，赶紧跟樊大爷逃走；第二，索性就告诉樊大爷你现在日子过得很好，让他死了一条心。我的心乱极了，可我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只要你愿意就能够见到他，你可以约一个地方，我去送信。你告诉他老地方老时间，老地方老时间，你告诉他，他就去送他。这个有人来了，太太，我得回去拿些铺盖，请您准我回家。嘿嘿，用不着了，将军府不要讲皮头铺盖，就是外甥外婆皮草套子样样都有的。那我总得回去拿些换洗的衣服吧。哎呀，小兰，小兰，我看你还是回去一趟吧。听他的，他觉得比我高啊。哎，小兰，等到有人聊的，不要让我忘记他。侬放心，我一向也是认得侬。嗯，嘿嘿，认得到底来啊？不管。哎哎，嫂嫂，我接到家里电话，我娘身体不舒服，我要回去看看。哎呀，太太，老太太少不伤病，爱不伤病，偏偏等将军出门了要伤病。你这是什么话？吃五谷的人，谁能保得住不生病啊？哎呀，没有将军的命令，部下不绝。我连看娘都不许了，你管得也太宽了点。哎，太太，那么部下保护你去？用不着。他妈的，弄得像这个一样了呢！
怎么想到搿趟我到杭州去是听我到发生点那么变化。今朝阿拉又相会了了老地方老辰光，就辣辣几老年之前，阿拉阿辣辣搿搭迭个辰光，侬晓得多少甜蜜啊！侬坐辣起里，就好像一个女学生走辣辣上空，幸福自由生活。不行，侬不要哭，侬不要哭呀！伊拉讲侬变心了，但是我晓得，侬没变心，侬的心里向只有我，侬的心是纯洁的。我要是连阿拉订婚的事情，还有侬家庭的情况，我在家母禀报了。家母看了侬的照片啊，老欢喜了。伊讲，现在谈事情自由结婚，只要侬自家同意就可以了。不是，侬听到吧？家母多少欢喜我，家母欢喜我，就等于是欢喜侬啊。不是，连侬放心了吧？这跟我走。跟你走，跟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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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我是你妹，我不能害你，心留在他势力太大，我们逃不出他的魔掌的。是。我刚才不是听到两个毛病吧，只要能跟我争，就是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呀、啊、不不，你忘了我吧，忘了我吧，走吧，你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娶一个比我更好的姑娘。风夕，你在说什么呀？你叫我另娶一个姑娘，我除了你我还会娶谁呀？不，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我们的缘分已经尽了。不行，你就愿意再也不姓樊了？我要你就甘心做姓刘的姨太太？我甘心，不，你曾经在这对我说过的，你说愿意跟我一辈子，难道你都忘了吗？我忘了。这种跟着姓刘啊，根本都听不见我到市里来做啥，难道侬是为了跟我一刀两断吗？范先生，人生如梦，你的深情厚谊我铭记在心，你的大恩大德奉献我
只能来生再报。从前你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有1000元的吧，我这儿有一张2000元的机票，你收下，这是我的一点心意。2000元，这是你赏赐给我的留神奉喜。都是对风对力的善意，发财了，也发财了，金鸡啊金鸡，我们磨了多少毒啊，我居然可以买到你的身体，然后买到你的良心，为了侬啥个邪门黑事才可以欺子罔顾，为了侬啥个淋雨淋湿才可以丢弃一命，为了侬啥个淫妇是要妹妹生活才好不要，为了侬可以投入魔鬼的怀抱。是我反想不要你这种灵魂换来的纠结，那么只要你心里痛快，你就算这是你给我的订婚戒指，还给你。戒指啊戒指，你不要怪人家抛弃你，是怪你自己自不量力。小姐刘太，如果有一天人家抛弃你，你可以大胆的到杭州来找我，我还是会欢迎你的。留神奉喜，再见。我又可以升官发财了。他们都还是怪不住了，真是不值。他他就是我的我，哪能办？哎呦，他他住了谁？哦，小亮。哎，老妈，你还到他他来个噻？他到哪去了？他他们昨天去看老太太去噻。哦，哎，看老太太嘛，哎、看你紧张的。哎呦，小兰啊，能高高到里头来了，里头的事体能才不晓得个。哎呦，里头的事体嘛，真正叫一天四更了。妈，哎，你认为的有啥事体了？哎呦，能真不晓得，能把他能搞。
我是要不好广州呀，不好广州。老妈，你说嘛？你搞不能听啊，搞不能听，闯就误会呀。好，王叔王来，茶牛王菜，我来搞。不过能不好讲，不人家听过。侬放心好嘞。好口好口，总是有个姨太太，吃开看喜去的。那么十二点钟家的还不去嘞，奶奶的吃吃胖胖的都要。将军哥哥一去住了个说，一看见太太五不在，那是糊涂的嘞啊，不得了。一片窃听，那么直播里磨山磨山啊，他奶奶的。他妈妈的，他奶奶的，妈妈的个奶奶的呀、啊！就是他母亲们都不要去工作，天天这个鸦皮巴拉巴拉跳，像石头上一样的呀！奶奶叫他打出来，大夫们亲我说吧，带来屁股了啪一下，哎呀，把出手枪来，带上他打，啪啪啪两枪。再唱啊，再唱啊！我这个还不能洗车嘛，再鼓一枪。哎呀，姑娘，两枪一响嘛，爷娘不养我。也是洗了别的听嘞。哎我，但是那次的样子，那个教练，啥子呀？哎呀，啥子呀？哪能他把爷爷你给我喂不出来了？真是有些人们被将军晓得嘛，爷爷一顿鼻子打死个这样，你哪办法呢？真是啊！哎呀，这这这这这呀！那你去，他们要来问这个人，要十块钱，看看他们。哦，他太出来了，他你哪了？你们下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好，好，好，好呀。苗头不得苦头要吃上菜，哎呀，你要吃十天饭哇！哎呀，他太要吃十天饭。见到樊大爷了，你们怎么样？我跟他绝交了。这样也好。那看来我在这儿也就没什么事了，我也该走了。你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凤喜，我总不可能一辈子留在这儿陪你啊。你看，你看这屋子冷冷清清的，阴阴沉沉的，多像坟墓啊。太太，有人来了。太太，你赶紧回去休息一会儿吧。太太请留步。小亮，将军马上就要走来了，去把这个衣被子弄弄清爽啊。啊，好的。太太，武侠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武侠家里有人要紧事情，想问他他捐爱钞票99件，不多，2000回。我哪有这么多钱借给你的？哎，他他，遇人方便就是遇己方便。他他有的是钞票，不要讲2000回，就是28000的也不在话下。28000的我有，就是不能借给你。嗯。怎么来了要我去门将军家咯？啊，那我管不着。真面孔小面孔，将军来了，将军到。嘿嘿，啊啊啊啊，回来了。啊，哎哎，将军赶紧休息一会儿吧。啊，哎哎哎，这玩意你不能动啊，我妈你放好。好，将军啊，吃了这块卡布米吧。啊，哎，小赖、啊，你也辛苦了，你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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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在里面睡觉呢。我天津开会已经回来了，他还在睡觉，叫他出来。报告将军，侄子他爸刚刚走来，得龙开饭一发下。上哪儿去了？走。嗯，回来了。啊，你刚才上哪儿去了？我娘病了，我回去看看。管不管？有，找个医生跟老太太看病。好。我娘的病已经好了。嘿，一会儿有病，一会儿好了，你他娘的搞什么鬼呀、啊？我娘是想我才生病的。啊。我回去看他，他一高兴，那病就好了。想不到你的娘跟老刘一样，会生相思病啊！哎呀，黄花，有用不着请医生了啊！报告将军啊！报告将军，刚刚部下在路上看见老太太，伊身体蛮好，不像生毛病的样子，还得挨了小包裹。你他娘的，你有毛病啊？人家毛病就好了，怎么还会有毛病的告了？哎。他报告将军，部下刚才接到一只电话，蛮要紧哦。没看见我在跟他在说话吗？不是，我跟你讲公事的。我此事还没办完呢，太太。我报告将军，这个电话好像是日本公使馆打来的。你去仙农坛有谁看见了吗？那刚刚黄副官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他问我借钱。你借给他了吗？没有。啊，老太婆给我抓了。啊，赶紧进屋休息去。啊，你给我过来。小白脸的太太，你就实话实说了吧，什么事都瞒不过将军的。我说我这都是为了将军您好。骂你骂什么气？为了我好？为了给我戴绿帽子吗？不，将军，我是一个唱大鼓的，正要结交一些捧场的客人，凡是什么姓樊的，他从前从前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我嫁给您将军之后，
不停地向我娘纠缠，我想告诉您，我怕您生气，就怕他遇到县农坛。哎呀，嗯，那是谁通风报信的呢？有人通风报信，是我看他在纠缠我娘，邻居知道了不好，把他约到仙农坛当面绝交。当面绝交，那你为什么还要借小白脸2000块支票呢？啊，那2000块支票是他花在我身上的钱，我当然要还给他。他他是我亲眼看见的啊。你有什么证据啊？啊，说话要有证据。证据啊，证据。我碎纸片给我干什么？拼弄来就是纸片啊。哎呀，将军你看呀，这都成碎片了。如果是贴小白脸的，咱家就能舍得把支票给撕碎，不信谁家是什么？对呀，小亮说的对呀。你不是有个金戒指吗？你的金戒指送给小白脸了。送大自己生命偶对失灵，这戒指是他送给我的订婚戒指，我当然要还给他。将军，嗯，不送戒指才是藕断丝连啊。将军说是吗？你说的话总是对的啦。他娘的，等一会儿老婆子来了，要是对不上话，你这小巴掌捏在我的手里。报告报告将军，嗯，外老太太请上。什么外老太太？老帮子，老菜皮，去了去了。不，将军，这个对口供可不能有人通风报信。我看得有人盯着那个老太皮。嗯，对，将军，我去。不相信你，我最相信他了。你去。是。不要让那个老太皮跟任何人说话。那当然。沈风奇，你就等着吧。进来进来，快点来见我将军了。将军，老太婆来了。吉屋将军，老三皮，今天把你叫来，我要你老老实实说话，若有半点虚假，当心你的狗命。你就说一说这个姓范的小白脸是怎么来怎么去的。就是我晓得的。说吧。来的辰光嘛是王包车的，去的辰光嘛走过去了。其实他去也应该走黄包，你搞什么名堂？谁问你这个来这个去的？问题是小白脸跟你女儿的事情。兄弟们呢？什么？从前你讲故事啊？根本没兄弟们哪能有现在了？啊，讲从前，从前，从前。兄弟们，你忘记了那天桥马场，台山上面来捧场，初次见面分一块大洋。喂，我的娘哎，谁让你讲这个事情？讲重要的。那么谁重要呀？这讲重要的。那么不要打断我，打断之后我讲不出去。我刚刚讲到啥地方了？一块大洋。哦，一块大洋。兄弟们呐、啊。你忘记了那天桥马场，海鲜上面来捧场，初次见面不一拍大洋，后来么高一识字，还送一进学堂，始终给他来回事情，你忘记吗？等，这句话听不懂，什么烂故事啊？烂故事什么？我讲来回事啊。啊。来回事是农呀。我怎么是烂故事啊？那、no, 你们北方人讲叫你们刘先生是吧？啊，你南方人叫刘不西啊？哦，
你们南方人把刘将军叫烂狗屎的，好，就按你们南方人说的吧，我这个烂狗屎强，哎，说清楚啊，不是我烂狗屎强的女儿，这不哪能好啊，是娶的女儿，娶我女儿，后来嘛热心上来看你，我叫你不要来，爸爸他来的是叫多好的，当然那么就压抑了别个地方了、啊、什么地方，西龙台，嗯，下去就说你能去吗，他一起票一刀两断，打出了万不一只给我查他，你没的是这样吗，是哪个花不管有好娘子，你没有打定清楚就打小报告啊，等你等你打给我跟你一起脑子不灵，是那样到那点能动这都怎么说都玩弄一起，总是他把老板一当嘛，好嘞，打也打过了，事情弄清楚回去吧，哦回去吧，快点回去吧，哦回去吧，干嘛你把他带走干什么，耶老板怎么回去呢，你要回去他留着，东西啊，你们自己小心点哦，这到底是来不及啊，妈走到妈走到，太太蓝富士打得太重了，不过打眼睛打了嘛，生气了心里恨我了，我不敢，还不相信，那就难了，我总不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吧，好，俺老六田胜是讲道理，你现在跟我唱一个曲子，我一听就听得出你恨不恨我，生气不生气，啊你唱，你唱啊你！秋风秋雨，又来了，又是这个曲儿啊！换一个，四三立了红头线，唱出来在立了红头线，你准备到哪儿去啊，神风喜悦，我知道你有一个曲儿唱得很好的，叫他尿的四级调，嫁到俺老刘家里来以后，老是关着门，勤勤的在唱。我知道你这是唱给小白脸听的，今天我要你唱给我这个老白脸听，我要你笑着唱。怎么不唱了，你有本事你唱下去，哎
行了，小兰，他已经疯了，你用不着伺候他了，应该伺候俺老刘。你本不懂呀？不懂？糟糕啊！你到底懂不懂？哎呀，将军的心事，谁还不懂呢？将军，谁不愿意做将军的太太呀？不过我有两个条件，将军若依了我，我就答应；若不依，小兰现在就卷铺盖卷回家了。那好，哪两件事啊？将军，第一，您若真的想收我呢，大小也得办个喜事儿，免得人家说闲话。好，要越快越好。明天怎么样？好。第二，嗯，我总得回去跟我父母说一声吧。嗯，请将军准我回家。不知道你爹娘会不会同意啊？这婚姻大事是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愿意，他们不会不答应的。二话不说，哟，被我的车子送新太太回家。是，新太太，阿娘。呀，丫头你最猛气了。哎，新太太，不要，不认真我。能放心、嗯、我也想也是您在弄这屋小孩、嗯、这两句乡音呗我讲了、啊、小兰听你的口气好像跟黄富贵有什么过节吧、我可不敢有我在这你的腰吗我怕落得像是东西那样的下场放心你不做这种事情俺老柳不会对你这样的我不是说将军我是怕黄副官他用害沈凤喜的手段来害小兰怎么他害沈凤喜他就是因为查沈凤喜借钱不成所以才捏造是非还谎报将军这种武长官的人真是太可怕了他谎报军情啊是我亲耳听见的、啊、他还跟我说如果我日后有好日子过全都是他的恩典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还说我要是不听他的话沈凤喜就请早就是我的名头黄副官报告将军措施准备好了上面香气才上出来你给我过来将军要向着我了把脸抽过来向我脸红啊头回过来滚啊将军啊快上来好有什么事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啊他东光光好我光光好我东光好我、哎、好我、哎、将军擒虎容易纵虎难、哎、今天呀、啊、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肯定有你没有他、哎、将军饶命啊将军饶命、啊、好了你饶命吧回家回家回家、将军啊除了我们东宁府宁府是那个灭了天不爱钞票弄个鲁冰忙爱吃个么子吃的东西不要卖了我给你准备好了啥么子啊那花生啊将军饶命啊姐说小弟姐妹妹说爷娘要把牙齿碰在炉子给上小兰现在他娘的该轮到咱们了了将军着什么急呢、啊、明天就是您的好日子
自己怎么这么严了，都有什么事呀？你想新王干部要不死不死，哎哟，能真真不晓得嘞，事体是交交关关。哎，亚妈能来看呀？喏，生龙戏喏，啊，来的辰光是我八天整齐呀，现在糟蹋了这样个腔调，真正作孽啊，作孽啊！杀老杀妻都害人呀！是呀，老我讲不能听哦。哪啦？哎呀，这作孽，八十多个太太呢，全是太太。哎呀，全是乡镇太太哇！哎呦，哪会得这样讲的啦？我也是这样讲哇！老老，侬看到这个太太，这个是第一个姨太太呀。哪啦？哎呦！我欢喜个宋太太。哦，那，这个是第二个姨太太呀。哪两个嘛？不诚心，我送到女仆屋里去。哎呀呀呀呀，作孽真真！哎呦，第七个姨太太顶顶伤心嘞，七个钟头不到就自杀在呀。哎呦，我真真啊！这个房间能看看，不晓得走出几股兴旺嘞。哎呀，这里长面孔了，这蓝色气质，一看你个鸡蛋外套，鸡蛋外套。太低了呀！哎喂，这个男人啊，我还是第一最看见的。哦哟，头一趟看见了，这啥啥西装装，看见女人不得了，看见一个要一个了。啊，妈妈啊，我喝嘞，能喝点啥啦？我还是女人呀、啊，哎呀，那擦边地仔哦。是吗？哎呀，看到我笑哇！哎呀，看到那女发红的了，太漂亮了，美好一个冬天家，哎呀，特别出众啊，好喜哎呀，你那个我坐在关起来，真难受得了。哎呀，你真不晓得嘞，你个新太太是个七夕剧呀，是呀。哦哟，该来是想来要去，是话别说话。杨妈，太太下去准备酒菜，一会儿端上来。嗯。王妈，哎，太太，让手下人都去喝喜酒。嗯嗯。让他们痛痛快快的喝。啊。哪个人？赏一块大洋。哦哦，赏一块大洋，他哈他就到卖东西，卖好卖好卖好。姐姐，我喝不了了，喝不了了，喝不了了。邢太太，哎，你怎么躲在刑房里啊？哎呀，我怕见生人呐、啊。哎呀，哎呀，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哪里有地震啊？房子在转，房子在转。哎呀，您是喝多了？没有喝多。没喝多，您照照镜子看看，您都醉成什么样了？啊，走！哎呀，走不动了。走不动？哎，我让你走不动。哎呀，好娘的，怎么里面还有一个人啊？哈哈，别笑，要笑，还要笑。哎呦，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你在笑，我强逼你。嗯，怎么你手里有把刀啊？打不过你，不打了。哎呀，哎，将军，邢太太，今天可是咱们的好日子，嗯，总得喝杯团圆酒吧。好，喝杯团圆酒。太太，这没事。娘妈，坐这儿吧。好的，下去。嗯、啊。将军。哎。小兰先敬将军三杯，然后呢，再陪将军一块喝。好，哎，一块喝。这第一杯啊，哎、要祝将军官运亨通，步步高升。还做大总统，你做总统夫人。啊，好的。嗯。哎呀，你怎么没有喝呀？喝了。你看啊。啊，没有喝。第二杯呢？哎，小兰要和将军白头偕老，小兰伺候将军一辈子。这句话我最爱听了。好、啊，喝吧。哎，你怎么没有倒啊？啊，好。啊，我也倒上。只要你倒上，我就清楚了。哎呀，第三杯呢？我不能喝了。这杯一定要喝的。我不能喝了。这杯喝了能讨个吉利。我不要吉利。这杯喝了可以长生不老。俺不要长生不老哎。
那我就成全你。谢谢。不客气。不过我心里交关不开心了，今朝是那个大戏一节呀，来吩咐呀，所有的人只好进不好出，来进进出出，我的弟兄们哪能告诉呢？啊，我是想想，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当然听你的哇！耶，将军啊，本来你阿叔老上头吃，哪能现在老下头遭了？我是阿叔，还要你管啊？哎，将军啊，本来你个身体像个乒乓球，你哪能像个排骨去了？我看你是猪头肉，也不对哇！江苏这种人来的是高富有啊，大家都是中国人。好，你冒充了。哎呀，你在市场上冒充么子来？这个东西，也是冒吧将军，也是不客气。别动，大哥，那，呦呦，喊啥的？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哎呦，我喊啥的？哎呀，喊的，别不要脸了，那个，老阿公，老板的路，我泪花儿开。
小人不让见，不让见。两人并肩忙进中，苦寂无的桑桑是花瓶，是花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